本書你讀過未啊，女女？未嘅。咁你試下睇下讀唔讀得到先。花生一早起來刷牙洗之後換好衣服，唔識啊。準備。準備到朋友家中玩耍。跟住我可唔可以讀沙沙一早起咗床？你讀曬先啦，讀曬理解曬成書講啲乜嘢先，慢慢去表達出嚟啦，好冇？跟沙沙一起的朋友換的朋友叫羅娜。你讀到邊啊？指住啊！羅娜，跟朋友。不活潑，長生病。諗乜呢？長生病時候的乜嘢啊？的子望下個字，樣子。樣子沙沙問你是不是手指呢？發燒了，幾好啊！羅娜的媽媽替女兒檢查了一下，說羅娜生病了，我要給她吃藥點藥。先回家，下次再来换吧。几好啊，继续啊。几天之后，莎莎觉得很疲倦。食肉不振，下边呢？莎莎发烧了。系啊，食肉不振咧，即系话食唔落嘢，冇胃口咁解，知唔知啊？很疲倦，系啊，很疲倦，即系话好攰，你要瞓觉，要休息啊，知唔知啊？你发紧烧嘅时候系咪要休息啊？好咯，继续啊，加油，继续。莎莎照镜。指住啲字字读下，莎莎照镜子，莎莎照镜子，发现身指住有些红点，系他马上告诉妈妈，我身上长了。即是生了很多，这解长了即是生了很多。继续啊。莎莎肯多。不是肯。肯多豆豆。他说呢，他说他即刻就告诉妈妈，马上即是即刻这解喎。告诉即是话给他听啦。我即刻呢就话给，我即刻就话给妈妈听，我身上面长了很多红色一点点啊。原来个长字呢可以读个长字，又可以读长大的长，知不知道？继续啊。妈妈。指住小仔。妈妈我把声沙晒了。咁样啦，一间饮啖水读埋先，好冇？睇下有冇忍耐力先。沙沙。安慰。有没有出字？这是水痘啊，你一定被人传染。好像个凉字是不是啊？但不是，这个是个染字。传染了。二
容易个易。也。也去得快吗？系啦。继续啊，再次自主啊。你全身都会出现。哇，好叻喎，记得喎。千万不要用手搜他们，只要保持清洁就可以了。哦，佢话你全身咧都会长出依铜点，除咗块面之外咧，身体啦、手手脚脚啦，全部都会一点点咁勾咧。好似你咁嗱，用手勾就唔好啦。千祈不要咧，千万不要，即系千祈唔好啊！用手搔它们，即系唔好勾佢哋啊！一勾佢哋咧，嗰啲水痘咧就会扑。哎哟，里面啲水穿咗出嚟呢就会感染細菌，跟住就会发炎啦，然后呢啲肉呢就会开始呢就会开始烂啦，同埋呢就好难结焦㗎喇喎。仲有呢感染咗細菌呢，嗰啲皮肤呢就会有个窿窿啦，咁就长大咗之后呢就唔好睇㗎喇，知唔知道啊？所以呢同埋呢有病菌呢感染咗啦，咁其实对健康都有影响㗎喎，知唔知道？或者发烧，就吃点药，多休息，很快你就会好起来的。系喎，好叻喎！原来多啲饮水啦，瞓觉觉啦，休息下咧，食啲药，咁就会快啲好噶啦。继续啊！浑身痒痒的，浑身即是全身咁啊，成身啊，周身痕喎。但他，我睇唔到添。但他咩啊？但他忍住，但他忍住不去，记唔记得咧？搜哇叻喎！些水痘。只是在操洗身一样的身，不是洗身，然后呢面洗面，用手碰也咩咧？谂下，指他们叻系啦，做得好。呢个他咧，即系死物他嚟嘅，冇生命嘅。嗰啲痘痘就系嗰啲咧，一点点嗰啲咧，他啦，知唔知？讲紧个系啦，讲紧有一点点嗰啲痘痘就系他们咁解啦，知唔知？很快，唔系很，很快啱。水痘，他谂清楚也消失了。叻，莎莎康复了，真好。莎莎好翻晒啦，最后一版啦，叻叻。跟住你讲俾我听。好啊，咁你快啲讲埋先。莎莎和罗娜。曾经个兴字咧系车字部嘅，呢、这个巧思边曾经出水痘，系现发现个现啊，记唔记得？一个王字一个见，系啱，现在即系而家，现在。嗯。都康复
了，康復即係好翻啦。他們一個女又又又可可咩？可愛可以可以開心心開開。诶诶，睇清楚，系啱啱。地如常上学了。哇，睇下佢讲晒未？讲晒啦，成功耶！